闪退，你帮我看一下。你这一行的逻辑不对，对吧？好像是。谁订的奶茶？我的。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李寻，我给你点了热奶茶。你要记得喝哦。嗯。行。Hello，你好，哪位点的汉堡套餐？哎，是我。谢谢。 这是我给你点的汉堡套餐，你要趁热吃哦。哎，你好，谁点的火锅？这儿。哎。哎。你们基地严重影响到我们兴趣小组了。谁影响你了？这个教室已经属于我们基地了。 你在生他们的气啊！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，不要胡搅蛮缠，偷换概念。课代表，对，都好好说话，别生气。是谁不好好说话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嗯。